继续啊，这个刚才讲到的念怒不休和暴怒，这两个呢是对人影响的是非常大的事情啊。下来第十三呢就是什么呀？挑唆丈夫，挑唆啊，挑唆丈夫为非作歹，挑唆妻子为非作歹，挑唆。 就是我们夫妻之间很多事情是挑唆出来的，因为我经常在讲，丈夫啊要给妻子当好，哎，一辈子的贵姓，福星、财星，那妻子也要给丈夫当好喜星、福星、财星、贵星，你是他的贵人啊。 丈夫不要给妻子当成了怨妇，哎，妻子不要给丈夫当成了怨妇，这个很关键。挑唆这个事情啊，可怕的很。我在农村碰到了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农村那个交地，都是一家排了一家排，那一家呢来晚了。 先浇地了，这一家没浇得上，这媳妇儿就骂丈夫，说你个窝囊废啊、哦！你看我们在这排着呢，让人家把水争去了浇地呢，咱们都没浇得了。你看这种妻子就属于挑唆了，为什么呀？都是邻居嘛，也是一个村子，你让让他，是不是这个矛盾就化解了？ 就因为浇地浇水的这一件事情，妻子在家是不依不饶的，也属于挑唆，不光是为非作歹，是挑唆。他就说窝囊废，把丈夫骂的没办法，拿个铁锨就跑人那家去了。两家人为浇地是一死一伤，她丈夫被拍的临死之前说了一句话，问他老婆呢，说我还窝囊废吗？ 那女的放声痛哭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我把你害死了呀！”为什么古人讲“家有贤妻，丈夫不遭横祸”呢？妻子要帮助丈夫泄火，即使丈夫为这事儿要去找他理论，你作为妻子怎么办？应该给他泄火。你看邻里邻居的，你看他们家有小孩有老人的，他们早教一会儿，咱们晚教一会儿。 也没事儿，为啥呢？因为抬头不见低头见嘛。你看你这一句话一说，是不是这个丈夫这个火是不是就泄了？要不我说，会劝人的人越劝人心里越舒服，不会劝人的人越劝人心里越窝火。这是一种挑唆。你看为因为交一个地的事情啊，哎，农村这个交地一死一伤。 啊、哦，这是一死一生。不光是这个，我去五台山呀，有一个佛母洞，大家都为了钻佛母洞。说钻这个佛母洞啊，钻进去出来就如同重生一次啊！我去参加一次，排队人太多，大家就为了争着先进去一下，在佛教圣地都打架了。 我在那个地方，我一想，我又不认识人家，怎么办、啊？我就跟我几个朋友就开始大声念阿弥陀佛。哎呀，我们大家都念开了以后，一看后面排队的人，全在那个地方念阿弥陀佛，这打架的也就不打了。啊，所以人这个挑唆啊，实际很小一个事情，也是对方挑唆呢。你说，你看他插队呢，这是男的说他媳妇儿啊。 说你没长眼睛啊！你不站好让别人插你队，这就回去了。我咋没长眼睛啊？啊，你是个男的呢，你那么有力气，你咋不挤去？你看，也是挑唆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回过来再这么一想，他插队说不上来，他们家有病人呢；说不上来，他们家买的票是不是要回去的早呢？咱们让他一让，又如何？实际真是这样啊！ 你看，我看到新闻啊，买税票去了，别人插了一个队，后面的人就骂骂不咧的骂这个卖税票的，税票的没有控制住，拿剪刀就把对方捅死了，这也是挑唆。不光是挑唆丈夫，挑唆妻子，就是相互之间挑唆。你看，打比方，媳妇儿在丈夫面前说婆婆不好。 这也是一种挑唆，挑唆丈夫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啊，这也是一种挑唆。要不我们古时候有一句话呀：“劝君休听枕边言。这”这针针对女人讲的。为什么枕边言？这晚上睡觉的时间。 都在枕头上躺着呢，媳妇儿就开始说了：“你小姑子不好，你大姑子不好，你兄弟不好，你这不好，你那不好。”说他们不好的时候，言下之意就是他最好嘛。那这个人一听以后，听一次两次没事，时间长了以后，这些话就入在心里了，他就开始对自己的姊妹反感了，啊、哦。 要不我遇到兄弟们为争财产打得头破血流，我当时就在想，他们争财产为谁呀、啊？为妻子，为孩子。那谁给挑唆的？肯定是老婆挑唆的。啊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影响运气，挑唆丈夫为非作歹，挑唆妻子为非作歹，也是影响运气的一种现象。 啊，为什么呀？夫妇之间阴阳本身是和的，那个时间就克了。啊，那个时间人的运气啊就不好了。我们都知道，有很多当官的贪污受贿，妻子纵容导致的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所以，挑唆丈夫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。 挑唆丈夫不孝敬自己的父母，离间人家的骨肉，这个是非常可怕啊！所以这是挑唆，会导致运气不好。挑唆朋友，这也非常可怕啊！我们都知道，有的兄弟几十年的感情，因为别人两句话，兄弟就能大打出手。 人家一说哟、哎，你看你妈像老二不像你，回去跟他父母生气和弟弟子打架，这也属于一种挑唆。所以，我们作为一个人啊，千万不要去挑唆他人，危害。按咱们现在的话来讲，除了挑唆就是是非，不说是非，这个很关键。我们在劝人帮人的时间。 一定要起到化解他家庭的矛盾。你看，当人一说：“哎呀，我老婆这不好那不好”，你就给他讲了。啊、哦，你老婆就再不好，她是你老婆吗？是不是？那别人老婆再好，那总不是你老婆吗？就像一个女的一说呀：“我老公不好。”我说：“你想想，你老公不好，你都敢选择嫁给他？他要好的话，那你不天天背着他转圈吗？”他一听哦，有道理，你看。 是不是你要会劝人啊？啊一说你看我这孩子笨的啥都不行，那你就该说你孩子不偷吧，不抢吧，那他不偷不抢给你不惹麻烦，这就已经够好了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即使他孩子偷了抢了被抓了，你都要告诉他呢，那你总比没孩子强嘛。你看多少人要孩子都要不了，你还有孩子呢嘛？他再坏也是你孩子，慢慢教育嘛。你看。 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劝人的时间，一定要帮助他解决内心的怨恨和仇火，千万不要无意中就挑唆了。这个很关键啊！我就遇到一个老板很有意思，你知道这老板为啥倒霉？挑唆员工啊、哦！现在有很多公司人家有规定，第一呢，夫妻两个人不能在一个公司工作。 在一个公司工作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员工不能在本职单位里面谈对象，这都是犯忌的。哎，可是我遇着老板一看，他下属和别的女的在一块儿好呢，他还纵容，还给钱，导致自己倒霉。这种例子非常多，这也叫挑唆啊？为什么呀？像这个情况，你作为老板，你是君，你要义呀、啊，他是臣，要忠啊。你作为义，你要告诉他啊。 你在我这挣钱，我给你提供个平台啊！你在这不要搞这个小动作，为什么呀？糟糠之妻不下台，你要对你老婆好，对你孩子好，这才是男子所为。你要还给他给钱，还纵容他，不说他，这叫同流合污。那他下十八层地狱，我告诉你,你要下十九层啊、哦！为什么呀？你提供的平台，你给的钱，让他作恶了，这是一种挑唆。 啊，所以这个挑唆呀，不光是对丈夫、对妻子而言，就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无意识中啊，会扮演挑唆的角色。那、啊、本身那个人呢，说别人不好呢，你还帮腔，他确实不好。我经常在讲，谣言止于智者，你是不是智者？当他说他不好的时间，你就笑笑就行了，不做答就行了。 不要符合，不要拍马屁。你一参与就变成挑唆子之罪了，影响运气啊！要不我说，这个漏福从嘴上漏的啊、哦，这个非常好，可怕。当别人要离婚，你劝他不离；当别人兄弟为争财产打架，哎，你劝他不争。我们要给所有人当什么呀？ 当贵人，给自己当富人，让所有人遇到你以后，会把你当成他命中的贵人，把你当成良师，把你当成益友。啊，这个很关键的啊，所以这个挑唆这类的事情很重要。你看，昨天我一个朋友下午来见我，他老婆怀孕了，就想了，哎呀，这教育不行啊，这两个孩子负担重啊，就想了一大堆事情。那说那个话的意思，无非就是想打胎嘛。 我一想，我怎么都不能让你打胎，我就要救这孩子，啊！我说教育教育没事儿、啊、呀，是不是？现在有月嫂，你可以请个月嫂嘛，是不是？你实在没能力了，那你请个月嫂。啊，他说这这生这个孩子比较麻烦，我说现在有保姆嘛，你只是生下来而已，保姆就给你管大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保姆管孩子四五岁了，没什么影响。 他说：“我太太说了，这这年龄大了。”我说：“人家四十五岁都要孩子，他才三十多岁，难道要不了啊？他说：“我们两口子就想征询你意见，要不要？我肯定要。”我说明天年是火猴啊，这叫马上封侯啊！你看你要个孩子，这会越来越好。哎呀，夫妻两个听一听，哎呀，本来我们就要把它做掉呢，哎，谁知道听你这一说，不做了，哟。 跟我说，那我这个抽烟、喝酒、吃药了，我说没事儿，我孩子三个月以后才长大脑呢，无非最大的影响就是，呃，影响大脑嘛。我说我心里就在想，你们夫妻今天所说的种种意见，无非就让我同意你们把他杀掉嘛，把他打掉嘛，就这个。那我给你回答的所有问题就是把他保住，把他留住，那、啊、就是呀、啊。 所以你那个时间要是符合了他的要求以后，告诉你这也是挑唆。然、啊、后人家一说，你看我吃药了。然、啊、后你说啊，就说啊，你看吃个药，吃个药要个孩子，傻瓜怎么办？你看麻烦了，他一打你有罪，你这一句话挑唆得的罪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得的。哎，我遇到过啊，一个人盖了三四座寺庙。 做了很多传统文化功德，做的特别多。三个孩子，老二、老三都结婚有孩子了，老大是个女儿，就是嫁不出去。别人流言蜚语都出来说他女儿是不是有啥毛病啊？哎，他妻子开始障碍丈夫，不让去寺庙了，不让捐款了，说咱们做这么多的功德，你看咱们女儿婚姻不顺利，人家都说了。 我最后见这女儿的时间，因为她妻子看了我一本书，就非要让她丈丈夫领她女儿见见我。我一看，这做这么多慈善呢，不能让她对佛教、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嘛。我见了以后，我就给这女儿就讲，我说你是帮凶啊，所以你嫁不出去。她说我什么帮凶啊？别人要打胎，你不劝谏，还给人借钱，让人去打，人家打完胎以后，你还帮助还照顾人家，你这不光是一个。 这帮助几个了？她说那是我闺蜜。我哪是你闺蜜？要是你闺蜜的话，那么好，你劝她了，别风流嘛，是不是？即使要风流，也防御措施做好嘛。那有了孩子要下来嘛？现在有很多地方，你没有权利杀人家，你生下来可以不养，送孤儿院去。来、哎，怎么能她去打胎没钱，你还借她钱，你还帮助她？我说这就是你嫁不出去的原因。 他说：“我都不知道这叫犯罪呀、啊！”我说：“这是犯罪，这最大了。”啊！我说：“你要不念念观音菩萨，你试试。”印光大师讲的，求婚应念观音菩萨有运，有有效果。哎，念的过程中啊，哎，果不然找到北京一个研究生，哎，两个人谈恋爱结婚了，啊，孩孩子好像都两岁了，你看。 一直他弟弟妹妹都结婚都有孩子了，他就嫁不出去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原来在这个上面，这属于属于一种挑唆。你该劝谏，可是没有劝，他纵容他帮助，所以君子要成人之善，不要成人之恶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挑唆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在为人处事过程中老是成人之恶。 人家要离婚呢，你正好给人家添了把油，火着起来离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就遇到，一看这小伙子挺帅，见人老婆，你看你老婆就配不上你，你长这么帅，你看这一句话完了，导致人家夫妻闹矛盾。你太不会说话，这也叫挑唆啊！啊、哦，你要说什么呢？他妻子真丑，你说什么呀？你看诸葛亮老婆丑不丑？家中宝啊，是不是？你这么去想就完了吗？你给他转一下。 话语，所以我们这个犯这个毛病啊，也是有意识、无意识中最容易犯的。那当别人在学佛的时间退心了，你说呀，佛肯定讲的话没错，是你哪儿没做好？你别说呢，哎呀，还真是啊、哦！你看念佛念这么多，头磕这么多，为啥没效果？效果那行，咱们别念了，这不麻烦了。人家本身吃的素，吃的好好了，你说，你看你吃素没营养？ 一句话把人家说的，你又去吃肉了，你这都是挑唆哈、啊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君子要成人之美，助人之善，在善的这个事情上一定要鼓励、赞美、帮助，这个很关键。所以我们我发现，在佛教圈包括传统文化圈有很多人都不能成人之美。 就是用挑唆的方法毁掉了人家的道心和善心啊，在人与人之间相处没有办法和谐的相处，就是犯了挑唆的毛病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性的哎管好自己的这个嘴和念头，不要当这个哎挑唆的这个。 祸首。这个很很关键的，包括我们买东西，买东西一样，正在这买橘子呢，是不是？人家这人在这要买呢，你看了两下，你就说呀，这橘子怎么这也不好那也不好？本来那个人想买呢，你就挑了挑，没想买，说两句话，人家那人不买了。你说那人怨不怨恨你、啊？你看我就不会，我就还说呀，你看我上次就买了，非常甜。 你看我这一句话，周边围很多人都去买了，因为我一句话，要助人成人之愿。他说不上来，就指望着这个卖橘子这个摊儿生活呢。那我我为什么要嘴臭，非要说人家这不好？是不是？你可以不说嘛，你不说会死人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挑唆。我经常在菜市场看到卖菜之间就就吵架了，为什么呀？就是挑唆。人家正挑菜呢，一说，哎，那菜不好吃，炒着出来难吃死了。一句话，那人把菜放下，就不买了。 这种例子特别多，我们经常啊变成了别人的帮凶啊，真是别人的帮凶啊！啊，同样是一样东西，同样是一道菜，是不是就像咖啡一样？有人觉得，因、嗯、咖啡苦香苦香，有人说呀，那太苦了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啊，不要按自己的意识去攻击某一个人、某一个事、某一个物。 这无意中啊，也是一种挑唆，啊、哦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不要挑唆，啊、哦，包括母子关系、父子关系也是。你看你妈，哎，对你弟好，对你不好，你看也是一种挑唆，啊、哦，这也是一种挑唆，啊、哦，为什么呀？你挑拨人家母子关系、父子关系呀、啊，是不是？ 所以有时候我们啊，无意之中造了很多的恶孽，我们不至己不知道，自己最后受报的时间还不清楚，为什么受报？还说呀，我这么好的人，我这么善的人，我经常在讲“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呀”呀、嗯。当你遇到灾难、遇到不顺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不是好蛋，真的是这样。古圣先贤、诸佛如来讲的话，一定是真的。 错的肯定是你啊！你为什么遇到恶人啊？你看，贼认识全是贼呀、啊，部长认识全是部长啊！你看，学传统文化、学佛的，认识的全部都是学传统文化、学佛的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啊！这是个团体的吸引法则。你身上有恶，所以你吸引恶人，你善人吸引不过来呀、啊。你要是金子，你吸金子；你要是…… 吸铁石，你只能吸铁、啊，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去挑唆啊！这是第十三。那第十五呢？背亲向叔，这是现在很多人啊比较容易犯的事情。为什么背亲向叔呢？什么叫亲呢？六亲，姑、姐、舅，这是内三亲，表亲、娘姨啊。 堂兄弟，这是外三亲，所以我们过去常讲六亲不认，现在人都六亲不认啊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，对亲戚啊，冷淡至极，一看那人是富豪，一看那人是领导，恨不得舔人家屁股去啊！所以背亲相书也会影响自己的运气啊，很多人不知道。 我经常在讲，你想六顺就要内清六清，你要内清啊，一定要从六清开始向外去走。你连你的哎叔叔、姑姑、姐姐、舅舅你都不爱护，你和朋友之间哎呀又是吃又是喝，哎呀给朋友还能借钱，对自己的亲戚反而非常的冷淡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叫什么呀？外求。 外求是不得福的，我们一定要内疚在外救。内疚从什么地方？帮助舅舅家，帮助姑姑家，帮助姐姐家，帮助表亲家、娘姨家，亲情之间的事情能帮则帮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经常古人讲了一句话，讲什么话？为朋友都两肋插刀呢，何况是我们亲人呢？可是现在很多人。 犯这毛病，不光犯这毛病，我遇到了，人家现在兴什么呀？兴这个这这这这这个棒爹，对对棒爹棒妈，拜一个什么干妈，对干妈好的那种程度啊，比对他爸他妈都好，对自己父母凶的不得了，对干妈又是端茶又是倒水的，这我正儿八经碰到的，一说啥我干妈将军能帮我提职，我说那你爸你妈还给你生命了呢，你爸你妈不生你。 你能长这么大吗？啊，你都死了，谁给你提职啊？是不是？所以，我们呀、啊，经常犯的毛病是背亲向疏，背对亲人啊，像这个疏远的人呢，我们献媚拍马屁。这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人啊犯的很多毛病。哎，我在这个很多地方都发现这种现象。 啊，向外人献媚，对自己的兄弟姊妹、对自己的父母、妻子，都不能好。我们最明显的一块儿，什么一块儿？自己过生日呢？本身你自己过生日该跟谁一块过？跟你爸妈。可是现在很多人过生日跟朋友一块过呢，吃喝嫖赌去了。你的生日是你妈妈的难日啊，是你爸爸的惊恐日啊。现在很多人把生日这一块儿都过错了，过偏了。 甚者都利用自己的生日干什么？拉拢关系呢？为了让人给他送礼，这容易短命啊！很多人不明白，不光是短命，容易，哎，这个影响你的运气，你的场能就消失了。啊，这个非常可怕啊！要不我经常在讲，很多人在这个上面是做错了。 啊、哦！你对你爸妈，你对你的兄弟姊妹都不好，你跑到庙里头天天去烧香去求佛求神。我告诉你，哎，这也叫献媚，你向佛菩萨献媚去了。所以佛在经上讲什么呀？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啊，把孝养父母摆在第一位啊，把师长摆在第二位啊。那你就知道我们修福从哪里修？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啊。 后面给我们才讲到，慈心不杀，修饰善业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呢，哎，在这个地方，要不很多人，你看，跟我说他也做慈善，也捐也捐款了，还在传统文化里面这个做义工。我最近就碰到一个人更有意思，一家人做做传统文化呢，做的把自己房子都抵押了，他还说呢，我这做这么长间，为啥不发财呀、啊？ 我说你做传统文化呢，与发财有啥关系呀、啊？我说我也做传统文化，我也做义工呢。我在不影响我的家庭生活、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，我义务工作，我一定给传统文化的组织不添麻烦。这叫做真正的义工呢，啊？你说他这个做的把自己做的干什么呀？三餐都有优了，这个就有问题了。 这个完全是错了，你看做传统文化做的是不是？还吃着饭呢，想着挣钱的时间呢，一想呀，我不能犯贪嗔吃啊，错了。吃饭、穿衣、衣食住行，告诉大家，这是人的正常生理需求，它不是贪嗔痴啊，啊。 你三餐饭本身就能吃饱，你非要吃山珍海味，那这就叫贪嗔吃了啊、哦！你把这个要分清楚啊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从做传统文化那一天到现在为止，我一天没有耽误过人家的工作，我在单位待十几年了，我从来不影响啊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我们在学这一类的过程中，哎，一定要注意，这也叫献媚。 这真是叫叫叫献媚，啊、哦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，啊、哦！你看我过去讲课就是周六周日讲，平时都不讲，不影响工作吗？这样你做的叫德，你去做传统文化去了，工作什么都不做，你爸妈谁养活？哎，谁敢向你学习做传统文化？是不是？ 我们要想这个明白呀、啊，要知道这个道理呀、啊。你包括很多学佛的人，一学佛工作也辞了，说我不能搞贪嗔痴。我说你连贪嗔痴你都搞不明白是什么东西？什么叫贪呀？我说你要告诉你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明白一个什么道理？首先，你是一个人，你不是神、啊，你和我一样，我掐你会痛。 扎你一针你会流血，你爸你还弄得清高的不行，你干啥？搞什么名堂啊？是不是？你错了，这也是献媚，这也是背亲相疏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